来了各位，今天我们一样来玩猫咪大战队，因为现在有宝物出现率大提升了。然后我们稍微快速讲一下好了。昨天呢、啊、有观众纠正我哈，这个啊那个我的队伍应该要把一些先不必要带给拿下来，像我超能猫、浴缸猫都可以拿下来。然后那一端呢、啊、我们需要有对黑主镜的一个猫咪，所以我带了一个这个吧。女排女的猫，我们看一下找个歌名啊、哦、啊，不是这个哦，就是这个，我们需要有对黑的一个猫咪。那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，我对黑的猫咪很少，那我不知道要不要练这个啦，有观众可以给我做一下嘛。然后有观众跟我说要练母特猫，然后再来可能还需要练那个黑猫。大哥，我不知道要先练个顺序去哪一个，因为我的经验值各个百千万光一百万一千万，哎，等一下。一千万可不可以有没有练起来啊？我想问一下那个练等个顺序啦，对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如果你们有建议的话要先练哪一局什么的跟我做一下好不好。来，然后留个私底下玩个局后呢，不小心抽到了一个小狗坦克猫，然后我刚刚也把它给登顶上去了，然后我们的坦也变多了，原本只有两只吗？那我现在多了三只，练砍型多了三只，会不会比较顺利一点啊？那如果还打不过，我们再练砍再多一只看看好不好？然后有观众跟我说要盖一个时空女神，那我们就试试看啦、啊。来，快速捉了一轮，来试试看哦，来试试看哦。然后我私底下在玩的时候不小心开了一个宝箱，可恶！那个小哥为什么可以去拿到金宝？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哥伦比亚，我们可以打过吗？哥伦比亚。这关主要是要小心对黑的敌人，对不对？那有观众跟我说，这个量产型的、哦，尽量都给他按下去，不要不要忘记按。对，那我们按成这样子，然后稍微升级一下。下一局的话，我们要把龙猫给召唤出来吗？还是先召唤这一局？那一样这样子，我不知道这样子玩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啦、啊？嘿，观众跟我说量产型的尽量不要断。那我就尽量按一下，那个感觉不能继续按了吧？我们这个举牌女的猫感觉要出来了吧？来，给按出来 ，OK。来看一下啊、哦，然后我们量产群狂按，量产群狂按，狂按狂按狂按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还要按怎么出来吗？感觉没特别需要按怎么了。可以按我们的龙猫吗、啊？先按这个好了。OK。哇、哦，有点危险哎、欸，有点危险哎、欸。我们个女排女篮，啊！我刚刚卡了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卡，可能太久没重开游戏了，请各位见谅一下。然后天狗的敌人也出来了，天狗的敌人，来，我们召唤我们的这个艺术家猫。观众跟我说这局一定要练啊，我是有在练的啦。然后来。一样，不要断掉我们的量产群。我们还有下一局举牌女篮，但是现在我们需要的可能是对钢铁跟天狗的，对钢铁跟天狗的啊，我们的举控女神也可以召唤了，太好了。来控坦群的，这个观众说是控坦用的，那我们这样应该蛮稳的吧？不要断，我们的量产群感觉可以再多一局哎，对不对？OK， 蛮准的哦，观众有料哎，观众说的是真的，这样打感觉比较顺利一点的、哦。来，一样，这样砍群出来。哇吼吼吼，这个黑海獭吗？是海獭吗？要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！举牌女单，举牌女单，快上啊！举牌女单靠你了，来，我可以召唤了。可以，然后对天哥哥也多召唤一点，对天哥哥 ，OK， 来，一个量产的，应该可以全柱召唤了吧？我们个他的一局挂了，但是应该没关系，我快可以召唤下一局了。我们个量产不要断掉好 ，OK， 这样子可以吧？可以，要撑到第二局特力局出来了，我觉得蛮完美的。可以吧？来，召唤啊！刚刚要召唤这个举牌女篮，来举牌女篮，
再召唤一只。OK， 太漂亮了，各位！赢定了，赢定了，赢定了！最大观众，你们太强了！他不会等一下又爆炸去出现更强的敌人吧？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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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过了，我们过了。我挂了，宝物加倍，给我最棒的宝物哦！哎，竟然没掉，哈，竟然没掉，那我们要直接打个牙买加吗？我们用同样的队伍好了，后面的套路怪物套路应该都差不多吧？就算没有差不多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不要按举盘与蓝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来来。啊，一样量产型的先召唤，然后召唤我们的艺术家猫，没错，然后后面再召唤这个侏罗猫，对，好像观众说什么画家、美容、侏罗已经有点我有做错吗？哎，是异军哎，我好像没有特别针对，有当天有个，对我没有其他个了，所以我们要撑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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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撑不住哎。这关那么快就要挂了吗？撑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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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快就要3900了，撑一下，拜托，有那么难撑住吗？来来来来，召唤召唤召唤，可以，召唤出来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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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弹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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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这个时间赚的刚刚好，各位，有点卡哦，各位见谅一下。然后我们召唤直上猫好了 ，OK OK OK。可以吧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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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控得住，控得住，控得住，感觉控得住。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特力机真的超好用哎！这个我再说，把龙猫也召唤一下。接下来我们就召唤我们的空空女神吧。稳住哦，稳住哦，不要挂哦！我的特力机不要举哦，小心哦，特力机，坦要跟战哦，坦跟战了，坦跟战了。OK， 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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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吼，看起来很危险，但是应该没事，我的特力机都没有被打高哦，可以召唤了，漂亮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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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空人人都出来了，不用怕了，有空人他赶快来帮我控他，好刺激哦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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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空人真到达了，完了，漂亮啊！啊，像这种时候，底盘女神就不用出来了。哈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观众太厉害了。哦，普通的雷鬼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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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宝物加倍吗？金宝嘞，我们继续打吧。哎，墨西哥，趁这个队伍来趁胜追击一下，感觉蛮稳定的。哎呀，顺便召唤。这个好像出来速度蛮慢的，好像不用几个召唤哎，我们先不用几个召唤哈。哦，这次是异星，又是异星哎，又是异星哎，怎么办呢各位？我们先等一个吗？先等一个哦，还有红犀牛哎，哇，被打一下就挂掉了，但是我们可以撑到我们的特力机出来了。对，红色敌人的话，我没有特别盖什么浴缸猫什么的，那个应该就不用担心了。来，我们有特力机，有特力机应该不用怕，好吧？特力机套你的啊，套你看看的啊。好，有没有？我、哦、这个攻击距离超远的啦，根本不用担心被摸到。超扯，超扯，真的好用特力机。来来来来来，可以可以，很稳呢。稳吧，红色低牛，红色低牛应该没事吧？红色低牛不要来，哇、哦哦，红色罐头也来了，红色罐头也来了，该不会要换队伍了吧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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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小心小心，小心小心啊！被打第二架了，再打一架我可能会挂掉哦，感觉了。哦哦哦，女控女真，女控女真来得及吗？有点卡，会害我讲话也跟着卡。小心小心小心，小心小心，可以撑住撑住撑住，举空女神来了，举空女神漂亮，稳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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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应该给稳住了，不会过吧？特力机啊，特力机挂了，我的特力机挂了，
特里西，大哥红月罐头挂掉了。OK， 稳住，这个全部召唤了。好，刚好过一轮，可以，亮场赶快出来就好了。旁边特力机我也是可以的吧？我们不一定都要靠特力机吧？这样显得我好像有点台币上去了，你懂吗？只会玩特力机吗？难怪你都打不过，主线都打不过。哇，红色山猪哎，给我道具，特力机可以快了。OK。这关该不会要带红色猫咪了吧？哇塞，它的攻击速度也太恶心了吧！不要哦，我跟特力机也没有对红的一个方法，所以有点麻烦啊。像我们底牌云南也是对黑 ，OK， 有点危险了，各位。这一场该不会要输了吗？我跟特力机被打超多下个啦，这关。这一关的玩法感觉应该不是玩法的问题啦，单纯就是带错角色，对，带错角色了。这一关感觉对红的一个猫咪可能要带出来了，来，应该是这样子吧？还是各位有什么建议可以跟我说一下？这关要挂了呗，要挂了呗。OK， 各位，我们不要浪费。然后一样再请观众给我建议吧，我先跟底下去收集一下我们的金宝好了，因为前面感觉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了。这一关啊，观众看有什么建议，还是观众有几个可以忘用的队伍呢？就是可以对黑又可以对红的一个队伍啊。你们应该有看到我的所有的猫咪吧，然后全角色播放去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。到了速度有点快，但是我相信你们的眼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感觉还有什么应该要练个猫咪，或者是可以换什么样的队伍的猫咪，留言跟我说好不好？我靠光动的讲解来玩游戏了。OK， 因为刚刚好也要重开电脑有点卡，那我们就录到这边吧。OK， 全部都给你们看过一轮了。啊，有优先要登几个顿具吗？欢迎跟我讲一下。来，全部都给你们看过一遍。嘿 ，OK， 就是这样子了，感谢各位，你们最棒，我们下一集见，各位拜拜。